仔看到那两个石头就是落石了，很危险。那些都有网起来的，那些石头。绑起来。上次没仔细。除非他有别的山路可以下去，不然到时候就在山上露营。露营又没吃的，又没喝的，又没住的。那里就是九份老街的样子。被消毒又消毒，那是一个街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边，它的九份老街我也不知道在哪边，应该指的就是前面那个地方的样子。可是那个是山中小屋呢，以前最怕住这种房子。没有啊，它老街就是以前人家在挖黄金，居民还有那些矿工要消费的街啊，要买东西啊，要干嘛的。街啊，那很多人把山下的民生必需品送到那个街上啊，不然每个人都跑下山，哪有办法？然后那些弄上山的那些都是用人挑上来的嘛。你觉得我那里山有这里一半的山吗？当然是没有。那里如果那里的山就是刚好坐在山上，人家就很恐怖。晚上都不敢出门，怕有。你说怎样？就是，不是有几家是比较山的吗？